你叫 Queen，哇，那一定是内心非常强大才敢叫这个名字。那我们作为职业的歌手，一定是先要考虑让静姐她最舒服的感觉。我们就想保护静姐，她就应该做她的女王。然后我们毕竟要让我们的女王一定要开心，我们就是爱宠她，大家都叫我们都叫金金 Queen。然后你知道吗？她是金金 Queen 啊。因为我是高跟鞋女王。